快到台中了，终于从台北一路搭到台中了。我是刚关列车站的113年1月12号，台中站快到，台中站没去到。20:12，所排的是17级次哦。台中快到，台中妈祖就花东线开往台中园林，台中妈祖三线到园林有3间12人门，台中你算是。绿色的新能源站号。坐侧开门 ，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hand side。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 ，Please mind the gap。我们的17级次20:33在台中站顶头。10:33了，然后33，3000里山，这边坐这样绿色的行人椅子，视角内哦。第一次晚上搭新城际直辖列车到台中，因为我那有一张券，然后台中用点会员券。非持有本次班的，哎，脏话哦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的17级次哦，在台中站停靠。台中，哇、哦，其实台中也很冷呢。我原本以为是台北更冷，结果台中也蛮冷的，对吧、啊？那我可能度冬错误了，啊。因为原本目的是想说台中比较暖，南下来。台中这样，那就看明天的那温度吧。好，现在有点冷。这77次准备关出门了、哦。好，关闭车门。20:35哦，在台中站十里哦，这77次台中巴车经由三线看园林，那3000里山，现在到台了，绿色的新能源站哈。感谢你载我来台中哦，对啊，在台中站十里哦。我落下面跟妈咱们都掉不到中了，那明天再看看搭哪台车回去吧。好了，刚刚哥直接见，拜拜。